我觉得家园系统还可以再加点东西，尤其是家庭和家庭之间的互动。 这首曲子怎么样，肖先生？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的话呀？嗯，想法成熟了，写报告给我。 夫人为何邀我？在下要讨回公道。真的是第一次谈恋爱啊！嗯，那你也太熟练了。看到你就无师自通了。下午还去吗？不去。实习生又没有工资，周末我要休息。那你看家吧，别去小莲那儿了。 让我看家，这里又不是我家。哼。零售系统的新鲜玩法。对啊，好多天没喂我的小老虎了。对不起，最近太忙了，都把你给忘了。哎。 不过大神的老虎应该也好久没喂了吧？我去收购点食物，你就留在这乖乖看家，不要乱跑哦。这句话怎么有点耳熟啊？那你看家吧，别去小莲那儿了。蝶梦，微微，微微，你上线了。妮妮，你也在，好巧啊，好久没看到你了。嗯，工作太忙了。微微，你还说蝶梦，你自己也好久不来了啊？好吧，我也是工作太忙了，我最近在实习呢。哎。 看来就我是仙人，哎，难得咱们三个能聚在一起，一起去下个副本怎么样？好啊！我好久没玩了，操作可能有点生疏了。没事儿，那先来个难度一般的热热身，反正有微微在，肯定能过了。小心！2个月没来，我竟然连 BOSS 都不会打了。我去 NPC 那儿修下装备。 野梦帮主最近心情不好呢，怎么了？可能刚刚回到帮里不习惯吧。这2个月帮里的老人走了不少，来了很多新人，都把小雨夭夭当神似的，好多人都不认识蝶梦帮主啊。战天下没把帮主的位子还给他？没有，而且现在蝶梦帮主的等级、修为也都没有战天下高了。小雨、青青也还在帮里，这个女人真是讨厌。 要不是舍不得帮派，我早就走了。蝶梦和战天下和好啦。我问过蝶梦帮主，他说他前阵子生病，战天下一直照顾他，他就心软了。哎，不说了，蝶梦回来了，还打吗？算了，我这边网络也不太好，老是掉线。我们坐着聊聊天吧。 微微，你刚刚说你在实习，在哪里实习啊？在帝都。你好认真啊，暑假还跑回学校实习，算是吧。微微，你在帝都？嗯。你现在有空吗？不如出来一起喝个下午茶吧。去吧，去吧。 真羡慕你们在一个城市，要是我也在帝都就好了。好啊，那我们在哪里见呢？你是不是在学院区？是啊，学院路那边有家叫 Red 的咖啡厅，我们约在那儿好吗？好啊。我穿墨绿色长裙，白色上衣，手机号码是196。微微，大神。 你就不能用正常的聊天工具吗？这样方便。这很吓人，好不好？忽然想起来，亲戚家的别墅空着。啊？他家有游泳池，要不要去游泳？我觉得夫人有必要强身健体。 游泳。话说，肖娜游泳比篮球更强哎，也不知道游泳比赛是什么样子的。要。你会游泳吗？不会啊，但我会旁观。好。 对了，一会儿我要跟蝶梦见个面。蝶梦未醒。是啊，他约我见面聊天，就在学院路那个叫 Red 的咖啡厅，喝个下午茶，不会很久的。到时候我直接接你去游泳。对了，你把我的泳衣带上。 在卧室衣橱下面。泳衣？微微。 知道了。大家已经连续加班两天了，今天早点回去休息一下，放松一下，更有效率。这什么情况？哎，这还是真的好啊！真的假的？太好了！这么好的事儿，强制性的啊！快拿包快！ 天佑，我们去吃那家可燃妹吧，看你能不能偷艺。来，老大，一会儿干嘛去？游泳。带我一起去呗。不方便。哦，不方便是吧？那我走了，拜拜。不方便，拜拜，老三。